各位今天愿意来参加法会，我想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愿意慈悲，愿意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学佛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相信有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我们也相信有轮回，人死也可能会变鱼，鱼死了也会变人，那这个轮回也决定在我们的善的行为或恶的行为，叫善恶的业报。所以当然每个人都希望长寿，长寿健康有钱。那各位今天来参加放生，买了这么多鱼，那就是因为大家出钱买的，所以你不施钱来帮助众生，你会发财。然后呢，你救了他的命，这些鱼他们养稍微大一点就要被杀掉，结果我们把他救他的命，让他不用被杀，长寿，所以你也会健康长寿。然后再把这个力量除了你自己得到，回向给你的爸爸健康长寿，回向你的祖先可以得到超度。今天各位放的鱼叫牛奶鱼，叫丝木鱼，然后呢它最大可以大到80公分，它不吃肉了。然后一只鱼平均可以活12年，那各位你放拿一包鱼，你就看看里面有20只，那至少我们就可以得到了长寿200多岁的这种力量，那生生世世你就可以长寿。而且呢他们不吃肉了，而且他们可以大到80公分环游世界，那这种力量果报都会在你身上或是你家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佛经更有说，就算一个人死了下地狱，然后你帮他放7只鱼乃至7只小动物回向给他的名字，他就马上脱离地狱。所以各位今天你放一袋鱼，哇，至少可以救3个下地狱的人，当然你自己也不会下地狱。所以放生的力量不可思议，特别大家都有个希望，就是不要生病健康，那放生最能够满足这个。因为各位放生要记得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因为一个人会生病有障碍，大部分都有欠人家债，过去杀生或吃肉，所以你放生的时候也记得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你或你家里的人的冤亲债主，他病很容易好。当然一个人放生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消业障。因为过去我们还没学佛，我们很容易去抓鱼抓鸡杀了来吃，造了这个恶业，那因为这个恶业就会让你生病啊，不顺利啊，不赚钱啊。但是各位今天来放生，然后刚刚还带各位忏悔业障，而且你又救他的命，又回向给他，所以你就很容易消业障，也很容易超度冤亲债主。所以各位要得到世间的快乐，刚刚讲了长寿健康有钱家庭好，那放生是最容易的方法，因为救命。你想想看，有人要把你杀了，结果这个人救你的命，那你看你会怎么感谢他？那个力量很大，而且最容易的，你不会念很多经，你不会打坐，但是放生很容易。特别今天这个鱼，1块钱美金可以买15只，哎，1块钱美金可以救15个生命，所以那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功德。但是对佛教来讲，最重要的修行就是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去爱护所有生命，让他解脱，让他成佛，
那要修慈悲，最快的方法就是放生救命。所以我想，你放一只鱼，你就修了一个大悲心；你放十只鱼，修了十次悲心。那我们今天救了102000条的鱼，大家都修了100000遍的慈悲心。那各位用了这么多钱，那来救命，所以你生生世世会很有富贵、有钱。但是我们不能贪心，把这个有钱的功德、长寿健康的功德，念一下，回向整个印尼，回向所有世界，回向所有众生，那就变成慈悲心了。那这个月农历9月份很重要，我们在庆祝什么？释迦牟尼佛到天上为他的妈妈讲了地藏经，大家都会念地藏经，然后昨天从天上下来，所以我们这几天每一个寺庙都办大法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也叫孝顺节，也叫报恩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为了报妈妈的恩升天说法，所以进一步呢，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那就佛陀跟我们讲了慈悲。所以这个月每天做功德，像今天又多了10亿倍。今天各位你放一只鱼，等于放了10亿只的鱼的功德。所以大家用慈悲心，用了这么多钱，救了这么多的生命，然后我们又做甘露施食，又做烟供布施给他们，那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地狱道、恶鬼道，所有死的动物，所有死亡的人类、生病的人，所有轮回的天道、阿修罗道啊，愿六道众生 Om Mani Padme Hum 都得到我们的功德。希望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可以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将来成佛。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念 Om Mani Padme Hum， 把我们所有功德供养六道，孝顺六道众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真理，什么是真理？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你看到一个穷人，你拿钱帮助他，哦，结果你就发财了。你看到没饭吃的人，你给他饭食物吃，所以你健康了。所以你看到那些痛苦的众生被杀，正在痛苦，那各位念地藏经、念佛、放生，功德回向给他，事实上你得到最多了。那这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的意思。Om Mani Padme Hum 要告诉我们，你保持慈悲心，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消除。所以我们现在先念观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也代表救苦救难、快乐、慈悲。再来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代表内心很平静，将来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也愿意要发愿全世界被吃掉的鱼都往生净土，全世界被杀掉的动物都去极乐世界，全世界在受苦的灵魂、亡魂、恶鬼道都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如果你问我，各位都知道怎么修行，每天念观音菩萨，吃素慈悲，每天念阿弥陀佛，心里不执着，希望大家往生净土。修行很简单， Om Mani Padme Hum， 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所以等一下要请我们现场的喇嘛上师、所有法师用加了甘露丸的甘露水，然后各位念 Om Mani Padme Hum， 然后这个水也会滴在你身上，好不好啊？然后你哪里生病要拍拍，甚至滴一点水把它放在嘴巴喝下去，因为这代表所有功德，观音菩萨的功德、放生的功德都融入在这里面，所以每一位法师都把甘露灌进去。所以各位要观想释迦牟尼佛从天上下来了，哦，给我们大家洒甘露，观音菩萨加持我们，然后不但我们整个海水、整个地上孤魂野鬼都得到
慈悲甘露的加持，我们功德也放到里面去了。那各位也经常知道，用一杯水来供养三宝，这个水就变成极乐世界的功德水。然后这个水洒在我们身上啊，鱼啊、鬼道，他们就消业障了，恶鬼升天啊，死掉的海鲜鱼也可以升天啊，我们人也可以健康，也可以发财。那各位要这样子的相信啊。所以各位现在开始念唵嘛呢叭咪吽，然后法师上师慈悲洒甘露，对人、对海、对众生，然后呢，这个水你就哦拍拍你身上，乃是喝一口都没关系。那这样大家一直念唵嘛呢叭咪吽，然后我们会念很多加持的咒语啊，然后各位就吃到了观音甘露。就像我们对花慈悲，用这个花开这么漂亮，替他来供养佛陀，用这个花，用慈悲心给他洒甘露水，然后这个花就会开得更美，然后谁看到这个花，谁闻到这个花，他也可以得到这个功德。所以佛教的方法很简单，对水慈悲，水就变甘露水啊，对花慈悲，我花就变成甘露。各位刚刚用食物来慈悲，用食物替他们供佛做烟供。各位刚刚对鱼慈悲，你对鱼慈悲，对生命慈悲，你的生命也很快乐长寿。所以佛教的方法不要恨，只有慈悲。你对我不好，骗我钱伤害我，那是我欠你债，我对不起你，我还要对你慈悲，这才叫修行。就像老母疼囝，阿嬷疼孙，你把这个小孩子喂牛奶喂饱了，他又哭，你不会打他，你想说哦，你一定要多抱抱他，给他吃好一点，他才不会哭。同样的，各位你生病了，你也要对他慈悲。哦呦，对不起啊，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你，你生病了，啊，冤亲债主，所以我要对你好一点，啊，包括我们为怎么超度冤亲债主，就是对冤亲债主慈悲嘛，我替你布施放生，我回向给你。那冤亲债主快乐超度了，那你身体就好了。所以佛教的方法叫什么？永恒的慈悲啊，不改变的慈悲，没有恨的慈悲，那才是真爱。那这样你生命就快乐了。你的老公晚上不回来睡觉，那你要对他慈悲，一定我对你不好，我让你不快乐，所以你就开始在家里唵嘛呢叭咪吽，对他慈悲。他会改变。所以各位你要相信佛法。那现在麻烦义工菩萨要发面包给大家，各位等一下对鱼慈悲，这个面包捏一捏，碰碰身体，然后呢丢到大海，愿所有的鱼都吃到你的甘露，得到你的功德啊。释迦牟尼佛他的头曾经布施过1000次，切掉给人家，所以佛陀的头像庄严，他的眼睛曾经布施1000000字，挖给众生吃。所以佛陀的眼睛看我们，我们就可以消业障。佛陀的眼睛像莲花一样，所以佛教一直强调空性，就是没有我，要牺牲自己，慈悲心帮助众生。整个佛教修行就是消除这个我，但是呢，保护所有众生。所以用这个面包代表你自己。布施给众生哦，那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啊，而且修慈悲心。所以现在我们要念40页，用这个面包代替你的身体，布施给众生，布施给冤亲债主，他附在你胃让你得癌症，他在你腰让你腰很痛，但是我们现在还给他债啊，也对布施给他，那我们就改变自己。但是各位，希望今天早上你布施的身体很干净了，等一下中午不要再吃肉好不好？你把它很干净了，都没有动物怨魂了，然后你又给它吃一大堆，然后又开始生病了。如果你能够今天不要吃，晚上慢慢不要吃，通通给它超度了。那当然我们修慈悲心，但是有吃的人更要做啊，没办法，至少我做了，把它给超度了，好一点。然后在前面我又再烧一次药，很多药粉，也把这个药布施给他们，因为他们被我们吃掉啊、杀掉啊，他们很痛苦啊，
然后我们也布施药给他，然后又布施身体给他，就这个意思。然后我又加了纯粹的黄金粉，布施钱给他们，就像各位在修金爪银爪，但我们是纯粹的黄金。各位欠债也会欠金钱债，如果你这辈子欠人家感情债，你感情很痛苦的啊，你欠人家杀生的债，那你会生病的啊，你欠人家金钱债，那你会没钱的，你欠人家口业债，因为你过去讲骂讲骂，这世人你会骂几世人，你欠人家口业债，所以要还债的。所以我们嘴巴多念佛诵经还给他债啊。所以等一下要请我们年轻法师慈悲绕一圈，绕到你身边，你就挥挥挥，就把这个烟抛到你身上，好不好啊？还有药啊，有黄金啊，有甘露啊，希望你身上的冤亲债主满足了，有这个意思。什么叫开悟？开悟就是啊，我了解了，原来她是我妈，要开悟。所以有钱的人，读很多书的人不见得开悟，因为他很自私，只想到自己。什么叫开悟？我想到你，你也要快乐，你也要健康，你也不希望被伤害，所以我要保护你，那叫开悟啊。所以书读很多的人不见得开悟，因为他想的东西都是自己自己。但是你停下来想一想，对啊，他也要快乐，他不要被杀，我也不要被杀，所以我不帮助他，这个叫开悟，那我就不会被杀。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现在大家跟我念消除癌症的咒，然后你也要想，所有得癌症的都好起来，爸爸妈妈都不要得癌症，自己当然也不要得癌症。如果你经常有这个慈悲心念这个咒，你会发觉哎，癌症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帮助别人事实上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然后你手上拿了这个你的生命，你也为他念咒，所以这些鱼动物吃到这个，它永远不会生病，它永远不会得癌症，因为你也这个心加入这个咒的功德。那各位要开始布施，要念阿，阿代表由空性变成无量无边。你想到钱就变成几百亿美金，哦，你想到房子，你布施每一个众生给他好几栋房子。你想到身体，哦，我布施我的心脏，布施我的胃，因为老鹰要吃眼睛啊，老虎要吃肉啊，啊，无论你是什么众生。那我的功德都布施给你，然后你就放全身的地方，就这个地方不要放就好了，头不要放啊。如果你头痛放旁边就好了，然后你要想你的身体也变爸爸变妈妈，妈妈脚痛希望妈妈不要痛，爸爸胃痛，哦，我布施胃，爸爸不会胃痛，有这个慈悲心这样来想。好，那现在我们还要做一个功德叫滴水功德。各位如果你去缅甸泰国，你就知道今天如果你去供养出家人，供养完以后他们就要把这个水倒在地上或瓶子布施出去，这有一段故事的，很重要。那现在发一杯小罐的水给各位啊，然后如果不够也没关系，一排有一个人拿，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解释怎么用这个水。那现在各位先注意听这个故事。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一位国王叫频婆沙漏王，他建了第一个竹林精舍，供养佛陀1000多个阿罗汉，所以他每个月15号农历都会去佛陀的精舍供养布施，所以他过得很快乐。那频婆沙漏王有一次他做很多功德，供水给所有出家人，供饭菜给所有出家人，供袈裟给所有出家人，而且还盖了出家人住的房间供养出家人，做了这4种很大的功德，所以心情很好。供养完以后他就回家了，但是那一天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做噩梦，有很多很多的鬼在那边哭在那边叫，他吓坏了。一大早他就赶快找佛陀说，佛陀啊，我昨天做很多功德，为什么晚上这么多鬼在叫，好可怜啊，那什么意思？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跟国王说，国王啊，我告诉你，你听到那些鬼都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你的冤亲债主在过去有一个佛叫伏沙佛，离现在有7尊佛，他们呢有一次人家要供养出家人，他们就反对，人家把饭菜准备好了供养，他居然把饭菜倒在地上不让出家人吃，还骂出家人，因为这样
他们就直接死了下地狱，一个佛两个佛总共七个佛都在地狱里面受苦，然后呢一直到前一个佛叫迦摄佛，他们才脱离地狱变成咽口鬼，走到哪里就一直吐火，一直吐火，很痛苦的鬼。所以佛陀说，国王啊，你的亲戚朋友从地狱做鬼又做了很久，一直到我现在成佛了，他们都还在做鬼在吐火，所以你昨天做了这么大的功德，他们都没有得到，你没有回向给他们，所以他们晚上来找你来求你啊，这样。那时候国王就跟佛陀说，佛陀啊，你有神通你知道，我没有神通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那佛陀说，我教你方法，很简单，你只要拿一瓶水来，然后你就想你把你的功德给他们，然后这个水如果滴在地上，它就会渗到很深的泥土或大海里面，那你再远再远再远的冤亲债主，那他就可以得到功德。所以各位以后每次做完念经啊，布施功德，你就可以拿一杯水倒在地上，但是你心里想，拿我这个功德要给我很远很远很远的冤亲债主，乃至呢那些孤魂野鬼，然后他们就得到功德。所以泰国缅甸做完功德一定要这样滴滴滴滴啊，然后他们就边念经这样啊。所以国王就把水拿来了，那佛陀就教他，他就说，第一个，我把今天供水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然后在滴的时候，佛陀用神通啊，国王滴在地上的水就变成一个比大海还大的池子，所有的鬼都跳下去喝那个水洗澡，哇，所以他们的身体就变黄金色，哇，国王好高兴，哦，原来我布施水这样布施出去他们就得到了。然后佛陀又跟国王说，国王啊，你有供斋饭啊，你也要回向啊。那国王就想，哦，我布施出家人吃饭的功德也回向冤亲债主，这样一倒，结果他看到那些鬼个个现在吃得饱饱，身体更亮。然后佛陀说，你也有布施袈裟也要回向啊。然后国王说，我供养袈裟功德也回向，结果那些鬼全部穿了黄金色的衣服。那最后国王也有布施房间给出家人住啊，然后佛陀说，你也要布施啊。那国王就说，啊，我供养斋房啊，给出家人住的也布施给众生冤亲债主，那他所有的冤亲债主马上升天，每个人在天上有一个天上的皇宫啊，国王很高兴。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所有出家人，以后只要做到功德要告诉信徒，拿一瓶水把它滴滴滴滴滴滴到水全部完了，再把水洒到大海陆地，然后再远的冤亲债主都可以得到啊，那些孤魂野鬼也可以得到，就是所以滴水功德。所以各位以后你在自己佛堂念完经，你也要拿一个杯子，然后再拿一瓶水，然后慢慢最后这样回向，然后这个杯子要小一点，为什么？让水能够满出来，满到外面，代表充满了，哎呦又流出来，然后呢，然后最后啊，这个水倒去大海啊、湖里面啊、路上都可以啊。各位把这一张拿出来，我们要念功德回向滴水记，然后我们先念一遍，上面有打印尼文了，我们再来解释，那以后各位天天都可以做。来，我们一起念一遍，来，强缘及入住，强缘及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终必会滴处，如此之布施，如此之布施，福之亦恶鬼，福之亦恶鬼，犹如满溢流，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如此施善果，福之亦恶鬼，福之亦恶鬼。那我简单解释，就是说你边滴的时候，墙缘就是墙缘，包括墙角及路柱，路最远的地方，无边处所者，每一个地方，就像雨水，你现在滴的水就像下大雨一样，由天降。那这个雨水终必会滴处，它最后会流到更深更远，就是百千万劫的冤亲债主都得得到啊。再来，如此之布施，而且这样的布施，福之亦恶鬼，又把这个福报功德
来利益所有恶鬼道所有众生，犹如满溢流，就像那个水满出来了，啊，满到大海里面了，流出去了，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我们今天放生、烟供、布施，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供养上师哦，他们从印度、从啊西藏来印尼啊，我们也供养。如此布施的善果，包括你昨天做的、过去做的善果，福之益恶鬼，这个福报功德都布施给所有众生、冤亲债主、所有恶鬼道，那就这个意思。所以等一下我带各位唱的时候，你拿一点点钞票在手上，你要想，我这个钞票等一下供养出家人，我这个钞票你欠人家感情很痛苦，那你要供养花，供养花感情就会好一点啊。你现在生病啊，那我这里面有一点点钱要放生，然后功德也给你们，你想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说你想很多功德，但是这个钱你等一下记得去做这个功德就好了啊，然后这个功德就给他们了，就给他们了啊。那这样你要去想，包括买水，明天法会、后天法会，各位买多一点水来，你就想我这里面的100块，或是1000块印度钱、印尼钱，我是要拿来买水给人家吃的，那他们就可以喝到水，你这样想就好了啊。特别你身体不好，那你拿一张小钞票哦，我等一下供养喇嘛，希望他们身体都健康，他们需要用这个钱可以去买药，那你会健康啊。然后钱不是多少，就是说你要加入你的想法，你今天要做什么，那你过去也做了，都融入在这个水，然后布施出去了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没时间，那你至少念那个功德回向记，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你有时间哦，你又加念一遍大悲咒啊、药师咒啊，你会念心经啊，都给它加入这个水里面，然后你的冤亲债主众生都得到这些功德，透过水啊，透过水，你所有的功德念佛、诵经、布施、持咒都可以融入，只要你有那个想法、悲心，然后水再布施出去，这样代表不执着，更代表慈悲，然后再远的冤亲债主都可以得到。那等一下要发给各位这个黄色牌位，然后你回去替你先生、替你太太、替你儿子都写啊，为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冤亲债主，但是我们都帮他，这上面写的是各种冤亲债主，然后法号我都取好了，你就打一个勾，他就皈依了啊。然后底下的格子都给他打勾，明天参加法会带过来，今天的功德、明天八关斋戒功德都回向，因为一个人不赚钱、生病啊，都是有冤亲债主、有业障，然后我们就大家的功德又回向给他，你又帮他写牌位，这样来。总共有三种，但是都是黄色的，不好认。一种是动物灵啊，一个人会生病，因为过去有杀生吃肉或过去世，所以你也要帮他打勾。第二种是各种冤亲债主，第三种是空白的，你可以写往生者的名字在上面啊。那如果是有冤亲债主的，是对活的人的冤亲债主，那如果空白的是写往生者的名字啊，或是你有堕胎的名字，几个都给他写在上面。那这样光你一个人的功德不够，因为大法会今天的功德、明天八关斋戒功德，我们来回向给他们。好，一人有三张，三种都不一样，所以等一下一定会乱乱的，没关系，反正发再说。各位左边有皈依三宝的法号，那你帮他打个勾，哎，你冤亲债主就皈依了。那下面有什么供灯、供水、放鱼、药包，你愿不愿意填都没关系，只是填了你一定要做啊。我帮你供灯100个，我帮你供水100杯，我帮你放鱼，今天那个鱼啊，我帮你放10条、20条、100条，我帮你供养几包药包，随便你。然后这个冤亲债主马上得到你的功德，他就高兴了，还债了，你就觉得很舒服了。那你自己勾，那你就要去做就好了。下回各位慈悲把这个牌位翻成印尼文好不好，这样印尼的众生还看得懂，最好翻印尼文，大家都会啊。那还有一位菩萨印了这个一切如来秘密心陀罗尼5块布，各位可以以后出去挂在树上，挂在
哪里让他风吹消业障，脱离轮回的苦。我有请那个居士下回要印五种颜色，不要光一种颜色啊，下回会改，不然人家不知道这是什么。等一下各位要走，一人拿一束花，花啊，等于他闻到这个花，碰到他身体，他得到我们所有功德啊。然后呢，我们会请五位上师排位置坐这边，然后各位马上供养好不好啊？希望出家人身体健康。现在我们最后要念佛回向，请翻到56页。明天八关斋，各位能够来参加最好，一天受八关斋戒，永远20几世啊，或20小劫不会下地狱鬼道畜生道，来世富贵做国王升天。只要一天，你这辈子没办法吃素，不得不杀生，但是你只要一天受八关斋戒圆满，然后7世升天，7世哦做富贵人，所以八关斋戒功德很大。好，56页最重要的念佛，世间很痛苦啊，希望大家将来都发愿去极乐世界，好不好？如果你去极乐世界再来了，你就不会痛苦。为什么？你有智慧空性，所以你就不会痛苦，你只来救别人救众生了，变观音菩萨。所以好好修行做功德，回向极乐世界，你功德越大品位越高。极乐世界分9品啊，如果你功德很大，发菩提心，就可以到上品，就早一点能够回到世间救众生。那佛经说，孝顺父母的人，没有杀生，还有在布施的人，可以下品往生。那如果你受5戒了，又受八关斋戒，那你可以中品往生。如果你有慈悲心，又发菩提心，然后再读经典，那你就可以上品往生。如果你出家了，又发菩提心，可以上品上生。所以总共有9品啊。好，所以大家现在专心的念佛，但是念佛要相信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马上就来消业障，往生者可以超度然后呢，但是我们要慈悲心，愿所有地狱恶鬼道都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接引，他们马上就超度。要这样想，跟我念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佛前供花功德，佛前供花功德，供水果功德，供水果功德，供水功德，供水功德，供食物功德，供食物功德，各种供养功德，各种供养功德，大放生救命功德，大放生救命功德，甘露施食功德，甘露施食功德，慈悲烟供功德，慈悲烟供功德，慈悲药供功德，慈悲药供功德，念佛功德，念佛功德，替身多玛功德，替身多玛功德，布施食物功德，布施食物功德，滴水功德，滴水功德，布施水功德，布施水功德，供养生出家人功德，供养生出家人功德，血排位功德，血排位功德，水洗做义工功德，水洗做义工功德，个人所做，个人所做，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僧，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切佛菩萨，一切佛菩萨，供养所有护法善神，供养所有护法善神，供养地狱道众生，供养地狱道，供养恶鬼道众生，供养恶鬼道众生，供养所有动物道，供养所有动物道，供养所有人道，供养所有人道，供养阿修罗道，供养阿修罗道，供养所有天道众生，供养所有天道众生，供养现世父母，
供养先世七世父母，七世父母往生父母，往生父历代祖先，历代祖先往生眷属，往生眷属冤亲债主，冤亲债主附着身上，附着身上造成病苦，造成病苦所有业力债主，所有业力动物亡灵同享供养，同享供养，供养法会内外，供养法会内外，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所有亡魂，所有亡魂，同享功德，同享功德，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所有往生者。回向所有死亡者，死亡者冤亲债主众，冤亲债主来罪障消除，罪障消除，永离三恶道，永离三恶道，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九品莲花为父母，九品莲花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所有家里人，回向所有家里人，所有印尼人，所有印尼人，所有人类，所有人类，所有生病者，所有生病业障者，业障者精神痛苦者，精神痛苦者同享功德，同享功德、愿病苦消除，愿病苦消除，消灾免难，消灾免难，身心安康，身心安康，共振菩提，共振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法会圆满，法会圆满，阿弥陀佛。好，那各位等一下要出去拿一朵花，还有结缘瓶，然后我们请六位来加持的上师坐这边，然后他帮我们再念念经，好不好？那各位走过去得到加持，然后拿一束花，还有结缘瓶。中午不要吃肉好不好？那你的慈悲心就可以保持久一点，你吃下去慈悲心就不见了。那各位等一下供养，我也不知道怎么供养，反正六位出家人，然后你要看到供哪一位都可以，他们平均，因为人的问题啊，随缘了。然后结缘品就拿到外面发，外面，便当还有便当哦。为了不让各位吃肉，跟各位准备好了。然后各位做供养，你要想爸爸妈妈长寿健康，祖先通通超度，因为你供养，然后你也要发愿好。